没有杀不死的蟑螂，保证有效没效退费哦。哎，对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感情真有效。无效，你提转来提啦。好了，买一盒了。谢谢啦，有效就过来哦。还钱。是你哦，一只都没死。死了一只，跑出来一堆。哎呦，正常的啊！你想想看，如果今天是你失踪，你家人会不会出来找你？万一他们还跑去报警，是不是警察也会出来办案？你自己时机没把握好，现在跑来怪我。我就弄死个蟑螂，我是要什么时机啦？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讲求天时地利人和，你现在弄死一只了，对不对？丢了。你再买一盒回去，等过几日他们办告别式的时候，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，一个不留。